不是你干啥呀你啊？干啥呀？你耍流氓啊？刚才有人追我啊，把我解个围了。有人追你？这不死的路吗？谁追的你啊？那也是别管。你中午吃的啥呀？韭菜盒子加一条大蒜呢。什么玩意儿？韭菜盒子加一条大蒜。我知道你们女生被别人追赶的时候吧，可能有点害怕，但你一直攥在我手干啥呀？哎呀，你一大男生攥你手，你又不吃亏，手攥干了吧，我给你擦擦。对对对，就我那声，不是什么跟什么呀？你找你多沉吗？80啊，80公斤呢、啊？哎呀，女孩子的体重都有点水分了。我可不跟你磨叽，我可走。你干啥去？我干啥去？我回家呗，我干啥去？回家喽。完，钥匙还没带，得，手机也没电了。那是不是藏人了？你搁那干啥呢？回不去家了，钥匙丢了，手机也没电了。我寻思你之前帮过我，是个好人，这次还能帮？哈，我是好人，我就得帮你啊。算了，下楼想办法。他说什么都可以带俩。那你带充电器了吗？带俩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？